Thank you.
再见。雷霆八八一，叱咤九零三，有谁共鸣？乐队 Super Moment 歌曲全程引发你的共鸣。好，大家好，我是主音 Sunny。咁咧，最后晚餐呢首歌咧，就都不得不提啊，因为呢首歌都几算系见证住我哋由呢个两个人嘅舞台咧，走到今日八千人嘅舞台嘅。咁因为我都好记得嗰阵时候喺中环一间餐厅叫 Backstage， 咁我哋喺嗰度表演咁样。咁咧就有两个嘅食饭嘅客人咧，其实佢就唔系好想睇嘅，其实佢都系食饭嘅啫。咁我哋咧就其實都係幾叫做係嗰啲house band 咧背景音樂咁樣伴住佢哋。我好記得當時我哋四個冇理過咁多，亦都唔 care 咁多嚇，淨係享受喺台上面玩音樂嗰個喜悦咯。咁啊，估唔到我哋咁樣行啊行啊行咗十年，去到今時今日，你問我哋四個係咪有咩改變咧？其實都冇乜改變。我哋四個都係不論有陣時候去到外地嗰啲 tour 唔係成日好多人噶嘛。可能我哋最少人可能真係得十個以內嘅啫，有陣時候啲比較偏遠啲嘅地方，我哋又唔會好泄氣，我哋仍然都好開心去玩咯。咁我諗即係呢樣嘅心係我覺得，如果Super Moment行呢十年嘅話，最令我哋驕傲嘅嘢。自助和互助精神，宗旨是实现视障人士的平等机会和独立。大家好，我们是 Super Moment。 如果我们选的歌能够引起你的共鸣，请用手机拨发一个短信到50881903，捐出5元支持香港失明人协进会。此时此刻有谁共鸣？喂，师兄师兄，你而家隔五吨半月供几钱噶？我嗰架成8000多元，真系赚埋都唔够冚。我架轩佬五吨半，每个月最平供5000多元就搞掂，除翻开每日都唔使200元，超抵揸。既然系平过租喎，趁你架欧一车今年要劏，换个架新车好过啦。买二手嘅始终有啲维修保养手尾筋啊嘛。等我快啲打6030-0011去轩佬，睇下供价五吨半，每日都唔使200元，系咩玩法先？情人不能独占，为何伤心片段可以不断重播？专利 Aga 独一无二，各大网上音乐媒体同步恋上。听新歌立即 follow Get Music Hong Kong。繁忙都市人保健新体验系岩盘浴啊！排汗养生，畅快清心，清心岩盘浴专门店，闹市中嘅温泉。查詢2331-3177。兩點，即刻903新聞報導。而家陳市民報道新聞，行政
長官林鄭英表示，明年無論成特首會不會換人，政府都要換屆。他提出多個問題，反問是否換人就可以解決，包括新政府面對的複雜國際形勢，推動港獨的人會不會收手，侮辱國家的人會不會收口，房屋問題會不會變得容易解決，新政府會不會迎難而上，有勇氣有決心觸動地產市場，以助市民解決住屋問題。醫生註冊條例在立法會被拉布阻延的情況會不會改善，社會面對的複雜形勢會不會更容易駕馭。對於有報道指財政司長曾俊華已經去信中央，表達將會辭職競選特首，林鄭英說現時到了忙於準備明年一月施政報告的時候，財政司長也都要在二月的預算案提出支持施政報告中的重大舉措。他和整個政府都希望本次團隊每個同事責無旁貸、心無二用，在政府為社會做事，這個是他對政府所有同事的期望。蒲崗村道和彩虹道交界一個露天停車場，警方早上八點多接報指有人倒卧現場，救護人員到場證實事主已經死亡，警方正進行調查。消息指死者的屍體已經發脹，相信已經死去一段時間。將軍澳百勝閣消防及救護訓練學院今年三月開幕，當中有三項大型演練設施最近落成啟用，包括模擬船隻，用以模擬貨輪和客輪起火的情況，模擬機場停機坪進行飛機內部和外部的演習，而模擬鐵路設施就可以模擬港鐵緊急剎車或者起火等會造成大型傷亡的情況。學院院長魏德勇說，新設施考慮了香港可能出現的火警情況，並且是按現實的大小設計，令消防員和救護員有更真實和全面的訓練。他又說，整個學院的訓練設施一共斥資2億元建造，會用於初階學員以及現職消防員和救護員的訓練。港鐵的即日第二程車費九折優惠將會在今個月31日完結，而下個月起至到明年三月的一年五個月，港鐵將會推出特惠星期六優惠，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成人用八達通乘搭本地車程可以享用小童票價，原本已經享用八達通特惠票價的乘客，每程車費只需要1元，優惠可以在當日無限使用。港鐵表示，特惠星期六是港鐵今年度推出超過5億元車費推廣計劃的一部分，優惠日子分別是下個月5號、12月3號、明年1月7號、2月4號和3月4號。這次新聞報導完。用魔法就得啦，要擊退巴金。
族，學下魔法精靈啦，操控魔法掃把頭，逐漸變長又得，立即變長亦得，變樓梯、變武器、變乜都得，得咗魔法精靈冇得彈。Yeah.
Alice。